飘进去里面了，啊、飘上面那边吗？所以他们那边才倒下来、哦。有一个的屋顶的洞，有个洞。伤在儿身，痛在父母的心。一场暴风雨，大人和小孩同样饱受惊吓。看完 video 啦，我也是会想有，我爸真的永远靠不到我娘，因为我看到哥哥的眼睛尖掉嘛。我到学校的时候，也看不到他们哦，只看到每个人在外面等哦啊，然后还有一个慈济的啊大姐，她还帮我拿名字去带他们出来。马六甲慈济志工登门关怀马林华文小学28位学生，还有安排艺术疗愈，赶走他们心中的害怕。是说通过我们的帮助，就是小孩子可以很快的去学校咯。哦，他这是什么打到？孩子的平安是家长的幸福，老师的爱更是家长的信赖。这是属于天灾的啊，天灾没有对预防的嘛。重要是孩子没有事就好了，老师很棒，他可以安排到这样子哦，孩子们都没有受很大的伤害，对我们来讲，我们就看到觉得很安慰咯哦，啊，老师这样照顾孩子，好，代替他来关心你们啦。带新闻吕佳佳、钟承志，马来西亚马六甲报道。